接下来请收看董婆的心行佛所行。下午时分，慈悲之旅抵达英格兰北部著名的国家公园湖区。落日余晖，挥洒大地一片光彩潋滟的山光水景。清澈湖水漫涌岸边，粼粼水波和澄亮的阳光在静谧空间中波动着悠扬的旋律。轻舟，参天林木，晶莹湖水。此时，天地间正舒展着一幅恬怡安详的画卷。傍晚。阳光渐渐淡出天际，空气中透着寒意。海盗法师带领大众在湖岸边赶路施食，愿供布施此地众神奇和苦难的众生。慈悲的法音向十方漫洒开来，愿所有众生同享安乐，身心皆得自在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做银元宝。大家发财吗？堕地狱，皈依法；不堕恶鬼，皈依僧；堕畜生，皈依佛尽；皈依法尽，皈依僧尽；皈依佛尽，皈依法尽；皈依僧尽，皈依佛尽；皈依法尽，皈依僧尽。现在念
嗡啊吽，观想无量无边，来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供养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供养此饭店内外，有情众生，难离孤魂，同享功德。嗡阿达尼娑罗诃玛耶娑哈，嗡阿达尼娑罗诃玛耶娑哈，嗡阿达尼。湖区是英国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区，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康比亚省，临近苏格兰的南缘。冰石地形造就了峻阔的高山和湖泊，可以说是全英国最壮观的自然景观。其中的温德米尔湖是全国最大的湖，南北距离超过16公里，东西宽约1公里，湖形狭长，两岸的山峰青翠葱郁，还有许多海拔1000米的山峦连绵。英国的最高峰与最深的湖泊都在这个区域。隔天一早，大家坐着蒸汽小火车，穿越夹道的青翠灌木丛，蒸汽在绿树顶端化作成片的云雾，融入渐行渐远的苍苍景致里。轻松萌芽茁壮，感恩大地滋养。
老师开启智慧，感恩朋友相伴忽悠，众生红尘漂浮，感恩三宝慈圆满之福，感恩法门觉悟，感恩如来教行因果，感恩众生同往黑色就贪到黑钱，白色就贪到公交的上好的钱。波动的湖水和风中的绿叶，荡漾成一方祥和。火车终点是湖区公园的另一处湖畔，海涛法师在寺岭中慈悲烟供，上供土地中神奇，下十二道诸有情，愿皆饱满舍前贪，不会同增得自在。上供三宝。